大人物，哇靠！按 CK 补说，等一下，这要怎么抓啦？哦，你怎么被海盗了？什么什么？什么？嘿呦，各位，欢迎回来女王的城堡。Hello， 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DK， 今天为大家是《Dota 入》第二章的第 six hours later 第五集，对，没错，第五集。然后这个系列我们其实也拖了蛮久的啦，好像上次玩是两个礼拜前的嘛。OK， 那既然拖了这么久的话，那我还稍微帮各位回忆一下上一集在讲什么好了。上一集呢，记得捡香蕉啊 ，Chris。完了，刚才那个是我唯一对上一次有印象的地方哎。OK， 那上一集呢，我们带着 Noel 在巷弄里面遇到了鸟哥，然后还跟他打了一架。在打完一架之后呢，我们在巷弄里面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机器人，叫做 Spanton， 没骗你，真的非常奇怪。好啊，那在后来经过了一连串奇奇怪怪的事情之后呢，我们三组终于又团圆了。但是这一次 Noel 也加入了我们。那后来我们来到女王豪宅之后，才发现说啊，对吼，脑友不能来这个地方啊，不然他会被抓走。然后结果他真的被抓了。那我们接着在女王的豪宅里面呢逃了出来，发现 Lancer 没办法适应这个地方，所以被石化了。那在后来听完鸟哥童年悲惨的故事之后呢，我们后来也接纳了鸟哥。接着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接着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拯救 Noel。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直接开始吧。我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过，我们这一集要先去那个垃圾场那一边嘛，要找那个 Spanton 他开的店。去哪边？垃圾堆。OK。我在怀疑应该会在我们之前有一个打不开的那个门那一边。这边我记得有一条路。哎、欸、没错没错。开这边吗？门开锁了。进去。什么？你想一个人进去？哦对，他叫我们要一个人进去。哎呦。啊，先来看一下可以跟他买什么好了。购买。密室生成器，然后那个价钱为什么会这样一直跳啊 ？S 药水帮助你回复超级多的 HP， 再来大人物，哇靠，有点太不合理哦，这个大人物的领结可以买吗？我们现在有1000多，可不可以选一个它便宜价钱的时候买啊？来看一下，50 ，Yes， 哦，啊，真的可以用吗？加这么多防御力，未免太夸张了吧？再买一个，快来买啊！哎，有电话哎。密码生成器好像有一个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，我看一下，50 ，yes， 哎、欸，啊，多买一点是怎样？啊，这不是一样的，这两个是一样的啊。交谈，聊聊生意 ，Chris， 小海绵，啊 ，OK， 你不是想成为大人物吗？哈哈哈哈，可是你该怎么做呢？听好了，在女王豪宅的无尽深渊里面，绝佳商品，限时销售，一副突破天际的健美躯体。啊！大人物的单程车票，撒回，他说啥？高级加密，你不可能进得去。气球，本店第一千名顾客，你是不是坏掉了、啊？他到底讲啥、啊？哦，我们刚才买过了。好，你是何人？他以前是一个发送邮件的家伙，现在已经是一个好烫，快停下来，救命，烫死我啦！什么啦？哎呦，不要破图啊！镇上小丑，啊哈，大家伙，好，有没有看得懂他在讲啥？关于骑士，亲密交流，那个骑士。啊啊！什么歧视啊？关于朋友，我朋友，Mike， 我现在有点满头问号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怕，除了你怎么宕机了？有人听得见吗？救救我！啊！等一下，那刚才是Noel在讲话吗？他好像是在连接什么对话呢？哎、欸，他说叫我们到豪宅地下室，然后可以找到那个什么东西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里有两个书柜、书架。这里有本书，讲的是关于稍后会开启的一条捷径。书架、捷径，所以这两个门后面有捷径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咖啡馆。What？ 嗨，先生。好了，我们买点果汁好了。大人物领结这里也有卖。皇室胸章1000块，我觉得马上买个意大利面好了，全体回血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蒙娜丽莎？
怎么变亮？我看到你们已经从自己的房间逃出来了。这是艺术吗？啊！杀回！哦，还有这种设定哦，这个会停吗？这看起来不会停啊，它有点像是卖披萨那个大叔哎。OK， 往下走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嗯，这个东西在发光。啊，那什么？我要猜那应该是什么机关之类的吧？这里还有一个。哎，有宝藏。复活薄荷哦，刚才那个是关掉这里的 ，OK。这怎么破罐子？不过这里有几个规矩，我们一定要遵守的。第一，擦好鞋子，玩得开心，尊重淘气。第四，玩得开心。好。哦 ，No， 还有这样的哦，还真的要尊重他们呢。颜色变冷还是变暖？它应该在变冷吧？它现在变黄色了。啊！哦，哎，糖果，哎，哦，那个糖果是不是要吃啊？变冷，然后我们先防御好了。我现在有点不知道它到底要干嘛。哦，有了，这样两个一样颜色就好了。左边酱，哦，哎哎哎 ，OK。两个了，行，淘气未被尊重，所以真的可以。完了完了，管家来了 ，No， 下面怎么一堆啊？你看到吗？太快了吧！啊，又来一遍。所以我们只要破坏这个罐子的话，它就会有人来追我们。啊，这里怎么会有那个赛跑那个线啊？嗯，刚才这边不是一堆管家吗？我也不希望遇到他们啊。OK， 走。哎。这该不会里面会有假的吧？哎呦哎呦哎呦，你是谁？啊？时间一样，帮忙整理这些画，愿意 ？OK， 真乖。第一个问题，啊，哪一幅画的题目和笔数是最少的？啊？真乖。那么，啊，我答对了，猜对了。第三少的，随便猜，我不知道哎。真乖。啊！哎哎哎 ！No！ 哎呦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腐爱，然后先防御好了。OK。哦，啊，他是那样攻击的、哦。哎，防御，先用魔法来帮那个 Chris 回血一下。好。他怎么攻击？横的。他的那里会有血。OK。先帮自己先回血好了，直的斜的，等等哦，啊，规矩 X， 好，秩序秩序，哎，哦 ，D， 哎，还有这种玩法，可以可以，有趣耶这个。规矩 X， 再来一个 D， 哎呦，还要闪哦 ，A D， 它就只有 A 跟 D 而已啊 ，C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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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A A 跟 D 的机会好高哦哟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成功了成功了。累死了！啊，往上走，二楼。嗯，要搭这个。哦，要闪这个哦。行。这是要怎么闪？我看影子。哦，二楼。哎，等等哦，我觉得这边应该还会有其他东西。啊，这里面怎么会有路啊？走走走走走 ，OK， 过来了。哦，哦，
快快快 ，no！ 哦，有了，老鼠。所以这边才正确的路吗？还是刚才那个二楼？这是什么？打开宝箱，锁甲。哦，对吼，刚才那个道具真的可以加那么多吗？啊，我刚才那个嘞？它不是会有一个什么可以加很多攻击的那个，所以我被坑了。最下面有吗？没有啊，那我刚才是买好玩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里没东西耶，那我们就先走吧。走走走，上去二楼。哎，这又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里面是餐点。哎，这道是正确的，这道。然后这边这两位是怎样？啊？里面的假发、啊，中间是正确的，有个勾勾。What？ 有点快，有点快，这个吧，没错 ，Yes。哇，是这样开门的哦。这幅画颠倒的。哎，可以把它调正吗？不行。哎，这什么攻击法啊？好，先上来。这里一个。为什么还要特地开这条路？这里我记得还有一个。有了 ，OK。一楼。哎，这边呢？这怎样啊？啊！你们怎么那么高兴啊？老鼠！没有戴假发的老鼠？啊？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先帮 Rosie 回血，然后先防御。为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是真的滑鼠。那怎么处理啊？捕捉 X 哦，按 C 可以捕捉。等一下，这要怎么抓啦？嘿，太多了吧？可是还有他们这个还蛮简单的哦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没有很简单啊！啊！哦 ，Oh no！ 原来老鼠才是大魔王，这么难处理。有了吧？很多了、欸，这次。Oh my god！ 有了，涂碗。哎。感谢，哇哦，还有这样的哦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你们，感谢你们帮助。哦，原来你们都好人哦。哎，是往这边吗？这里就一个，哦，又要来这个、哦，哇，五个、哦。好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这个吧，没错。嗯，啊，那是书柜，出来了。别以为我没看到，怎么变那么多啊？哎呀，全部破坏掉啦！不管了，太多了啦！好了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好像会有个地方被打开吧？他刚才讲的，哦，这边啊，这干嘛？我觉得不要碰比较好啊。这个又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啊！这个锁上啊，啊？里面有一个钥匙啊！每个都找一遍。错误，钥匙会被发现。啊，只能找三个，这太难了吧 ！3000 years later， 这个啦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我知道了。这不是那个吗 ？Toby， 全部撞掉，全部撞掉，好爽啊！这样子，哦，哦哦哦，有了钥匙 ，Yes， 啊，钥匙坏了，哎，可以这样做就好了，哎呦，哦哦，哇，好爽哦，刚才那样子 ，OK， 走吧 ，OK OK，
那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不要碰到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啊 ？What？ 为什么我要碰它，然后要被打、啊？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宝箱之类的？不然为什么可以开这个？太多太多太多，怎么这么多台？哦，有了，有宝箱哦，发光碎片，一块闪闪发光的碎片，它会随着章节的推进而不断增值，所以说我们可能到下一章的话会变两块。啊，有完了！哦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他的计划是不是啊？超大机器人呢、欸？走，这个会转哦。哇，弹跳球，感觉应该还好，闪起来还蛮简单的。Yes， 啊，那可以吃吗？哇，剧情真的好坑啊！第二章，玩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每一个部分都坑到一个不行。好，这应该是嗨 ，Chris， Susan， 好 ，OK OK， 你好。速战速决，冲屋顶！哦，好吧，我们走吧 ，Chris。哦 ，Chris 就你的小跟班就负责去分散女王的注意吧。行，随便吧。你觉得我是你的小跟班吗？当然没有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哎，对，没错，这边还没走过，来看一下。哇哦！这是某种神秘的洗脑仪式吗？真的是哎、欸。好，往下走。这里。好。一个巨大的酸溢湖。哦，你是说免费泳池？你为什么会有这个？能源，还能畅饮。哈哈哈。我们该怎么通过这里啊？好问题。这个吧，嗯，OK， 这很像是那个什么游乐园里面会有一种那个，类似什么隧道那个东西吧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搭过哎、欸？哎、欸，这小房子是什么东西啊？热带别墅？怎么塞人啊？对，没错，用酸池变小。Chris， 快捡香蕉！怎么还有？要不要捡？不捡，不捡！不要捡！笨蛋，我是故意这么说的。啊、，OK 。哦呦，进入了另外一个隧道。还有这里没有摆一些什么爱心，有的没的什么东西的，不然这里应该都变成什么爱之船了。好可爱的那声音，有什么东西把路挡住了？一只手，移走的方法。哦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没路了。啊？这是干嘛的？哦，这样子，然后。上来，开，这里嘞？哇，这地方怎么这么麻烦啊？这雕像怎样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是在帮他开路上去吗？啊？哎、欸，不，哦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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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完蛋了！快逃，快逃！我想这次就算了吧。哦哦，是因为 Rose 在那边的关系吗？还怎样？好诡异哦，这边。好，先开。那这里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地方啊？先开这边。这里有城堡。哦，这里只有宝箱而已哦。宝箱里面是复活粉。好，换这边，先开这个过来。
上去。哦，好像是这边吧。哎，还要再玩老鼠啊！哇，一块钱。换这边呢？一样，这里是要让老鼠回到他们家里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这里少一栋就好了吧？哎，不对，这样子吧。哎，没错没错，有了，往下走。哦，这个可以把手移除掉，手回来了，是没错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搭吧 ，Let's go， Chris， 我们走吧。好漫长啊，让我想到了海绵宝宝里面那个手套爱之船，好久以前我们玩的那一个，非常恐怖，有点奇怪，独处的感觉真的不错。哎呦，这是不是一对新的 CP 啊？我 OK 哦、oh, 原本是这么想的，对吧？但是这很棒，没错。 Rosie 是 Rosie 的样子也很好。嗯啊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事情都是我第一次经历，不过从你的口中听到这些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哈哈。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才算是 Rosie 的样子，抱歉，哈哈，我有点偏题了。呀，没错，好好享受吧。这一张真的帮很多角色凑成了一对 CP 耶，你有发现吗？像那个 Susie 跟 Noel， 哦，哇 ，Chris， 你看这些小房子。如果我们能改变它的颜色，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啊哈！啊，这个讲话方式……哦，你怎么变海盗了？好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只使用一种语气说话，而且你不是我们这边人吗？你怎么可以在这边啊？如你所愿。哦，你是 Ru 什么先生的？我想起来。中世纪啊、他讲的话有点难理解啊，那我们就快速带过好不好？哇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又是这个东西？这到底是哪一出啊？还要跟他打哦？在你一座房子，哎 ，OK， 哦，哇，这里还要玩这样的游戏，有点帅哦。占领三座，占领四座房子，哦哦，我懂，我懂了，这样子，这有点像是围棋或那个什么五子棋的概念吧？哦。好，再来可以站，站一座，站这边好了，他就过不来了。赢了怎么办？哦不，哦哦哦哦，啊还回去啊？占领四座，这里这里，然后把他路封起来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这样子。还可以继续往下哦！哎，我快挂，我快挂！占领四个，我们这样都没办法占后面那两个了。好，这样可以吧？他这样都没办法占了，那应该停战，停战！你自己说要比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才能？啊！哇，真的发射哦！
哦，对哦，他不是属于这边的人，所以他也会被石化。哇，靠，好险好险！啊，对哦，走吧。哦，终于可以继续往下走了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照相机耶，要不要摆个 pose 呢？摆个拥抱 ，Chris Chris。哦。这一幕真的被拍下来了吗？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刚才有人讲话吗？好像没有吧。真是有趣的旅程，不是吗 ？Chris， 走喽。哎呦，看来应该到了。你想知道现在苏西在做什么吗？想知道？那就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他在做什么。啊？可以这样子想的？奇怪的月亮，和我以前见过的景色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世界，真希望 Death 也能看见。谁在那？啊！等一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喂喂，我不是已经被你们抓住了吗？哦哦。Susie， 你救了我。下次记得小心点。哦，好，我会的。哎呀，该走啦。很酷的月亮。是啊。可这一切都好奇怪，你觉得呢？我们究竟是怎么到达这里的？等等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就是黑暗世界。邪恶女王的城堡，我觉得迟早大家可能都会进来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觉得直接讲可能 OK 吧。你只是在做梦而已。啊啊啊！哦哦，没错，是啊。如果你真的在这个地方，那肯定是一场梦。嗯，我的意思是，真正的 Susie 估计是不会来救我的，对吧？他或许根本就不在乎我。哈？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？因为他从不关心任何人呢。好吧，你说的没错。可是，你有没有想过苏西为什么从来都不找你的茬？唉，我一直都有在想啊。或许是因为当他第一次来我们班上时，你把一支铅笔借给了他，就是很蠢的看着像拐杖糖之类的笔。尽管它吃起来并不像真正的糖果，但是他记住了你的笑容，所以决定放你一马。这描述可真是太细致了。对，确实。等等，你说你吃的那根笔？嘿，听我说完。那个你真的经常梦到我吗？哎呀，我该回去写作业了，哈哈。好了 ，Susie， 用你那把斧头把我敲醒吧。等会，不，我不能那么做啊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不就只是一场梦？所以，我想说的是，你想不想去外面多逛一回？我想 Birdy 可以再稍微等一会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里出去吧。哦，走喽，我们只需要往右侧走到这里，登上满是爱心的摩天轮。你还在磨蹭什么呢？赶紧上去啊！对不起。哇哦！该死 ，Chris 一定知道该怎么做。吃苔藓，指出前方红色的爱心，这个吧。哎，我刚选了呢。这和跟 Chris 一起做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到底怎么了？你惧高？不，我喜欢高处。你正在发抖？好吧，可能是有点害怕，但我说实话，我挺喜欢吓人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小时候我和姐姐常常会熬夜，在该睡觉的时间一起看恐怖电影。最开始我总是会被吓哭。但现在看那些电影的时候，他们会使我感到安心。安心，我比较喜欢黏糊糊的血。
虽然很可怕，但我可以直接关掉它，对吧？至于现在，我觉得还是人更加的可怕。你干脆说是我好了。的确，你可能的确也挺可怕的，但这正是你身上美好的部分，对吧？美好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虽然很可怕，但那样并不坏。你从来都不怕打破规则，对吧？真希望我也能像你一样做点疯狂的事，做点疯狂的，做点狂的，疯狂的。这样的话，那如果你现在就可以做点疯狂的事，你会做什么？这个我会打开窗户，然后跳下去，这不太好吧？啊？这就是一场梦，对吧？不对，不要这么做。那还挺美的。等等，你不会真的想跳下去，不会吧？我可不敢保证。不要。景色如何？说点浪漫的。等一下，这是浪漫的吗？怎么？你经常会幻想变成哥苏拉吗？哥苏拉。说谎，说谎。好难选哦，说谎。我说着玩的。你在说谎时，尾巴总是会像那样。嘿嘿，别往那看，我没有尾巴，这都是你的梦。别呀、啊！我就是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有尾巴。哦，好吧，我觉得那真是条好尾巴。随便吧，它在摇摆。你不发抖了？我可能安心下来了。我也是。Yes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要是我每天都能做这样的梦，该有多好啊！所以，也许这不一定非得是梦，对吧 ，Susie？ 也许哪天我们可以……哎呦 ，No！农药殿下，你的骑兵前来救你呢。哎呀，破坏气氛啊！哦，梦里美好的部分结束了。没事的 ，Broderly 是来帮忙的，我们是盟友。对，别担心，农药，我们现在是笨蛋了。他还真行。嘿，听着，我现在等下去拯救世界了。啊，你说，那祝你好运 ，Susie。好的，机快男，现在就看你了。交给我吧，亲爱的苏森。好好，随便你怎么说。啊，他走了，我还没来得及。老友，这些话我难说出口。你曾为我做了那么多，而我却……老友，对不起。Birdly， 你是真心向我道歉？谢谢你，我能理解，真的。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你一直都对我很好。你只是想创造一个让我快乐的世界。我很高兴你终于能意识到，那是个烂点子。哦，哦，我是说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也要为另外一件事情道歉。我不应该骗你的。嗯？你迷恋上了我，所以什么？哦哦，抱歉，真的，你没必要害羞。哎哎哎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，我，所以我。可是我没有从来。另外，我好像已经喜欢上别人了啊！请不要吃醋，吃谁的醋 ？Susie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原来是这样。天降奇兵！哎哎，这样哎哎，没事吧？想我了吗？绝对没有，开玩笑的，那是反话。我可想你啦，老兄，我们真的得帮你练练口才了。不管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这里看起来应该是最后那个城堡了吧？感觉是哎，三楼？哦，这里通往三楼的，不要。他怎么这么快？
啊，这家伙长得有点不太一样哎。无线快充，所以它不用电线的哦。亲切对待。啊，5%。哇哦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它好像有点强哎。严厉对待。哦，要严厉对待哦 ，OK。喂，嗨，有点快，这有点快。这蓝应该可以宽恕他了吧？哎，还不行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。OK， 哦，好危险哦！再来这边吗？哎、欸，哦，这里是刚才Noel的房间。哎、欸，哦，又要来，又要闪这个了。哎、欸、，OK，OK，OK， 小 case， 好，走。哦，哇哦，完蛋！他在那里。女王，你给我站住！哦，我可爱的笨蛋孩子们，正好赶上我征服世界的时刻。哦，喷泉在后面呢，有朵又在我身边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想改变自己的意志，然后释放出自己真正的力量，使整个世界笼罩于……太晚了，笨蛋！朵又现在跟 Birdly 在一起。哦，那这谁？啊！他已经被控制了。啊！以兰杰，撒会！我的控制插头现在适用于青少年。Oh my god！ 那诺友在哪里？我也好奇。啊，够了！我靠！我真的发自内心非常喜欢你们俩。啊，到头来他还是邪恶的，强迫你们效忠于我，实在是太遗憾了，令人享受的遗憾。不会吧？要开打？哇塞，真的打？啊，一起松动。哦，要松动那个。Oh my god！ 哎，是这一招。哎呦，好难闪哦。OK， 一起松动，这样应该一下就可以把它解掉了吧？啊，酒杯，哎、欸欸欸，哇，这装到满了，闪一下，嗯，啊，酸池护盾出现了，以防护，全体敬酒，现在没办法那个了、欸，哎 ，OK， 敬酒，所以你要把它全喝光吗？不，这全是我的，你们别想喝。所以要等到这样喝光，太难了吧？这样子，哦哦哦，他的腿，哎呦，进来一杯哦，他喝完了两次而已，哎呦，这什么攻击法？哦，这就是开场画面那个人啊，就他、啊。哇、wow. ！OK， 松动。啊，在干嘛？哎呦，镭射，镭射，闪一下。全体先回个30滴，然后防御，然后再治疗魔法，治疗 Susie。OK， 谁来回答？啊！哎、欸，还有这种攻击方式的，好难闪哦！一起松动，应该快结束了吧？美妙的黑暗世界，从第一章开始好像一直都在讲一个什么骑士的，然后目前为止都没出现，又来了。护盾是不是变厚了？还是我看错
好难闪哦，这个回80滴防御，哎呦，还有腿，全体进球，哇，还要再一次。真的变厚了，好啊！什么？哇哦哦哦哦哦！全部都攻击我了，全体进球，有了有了 ！Oh my god！下下下，电线还有多少？好像应该还在两次哎、欸。治疗所有人50%，先松动好了。还要再一次哦、喔，哇！嚯、哦，好厚啊，哇！这次怎么变那么厚？先全体回血好了。OK， 哦，又完了，就是这个头。这女王真的不好打，好烦哦。哦，进球进球！不，嗷！刚才好像有电源插座要下来，然后我们好像拒绝了，还要再一次，喝太多啊！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哦，在我旁边，有了，再一下就好，他们就结束了。也许你能在我的普通攻击下幸存。下载好了终极必杀技，下载中，下载中。我靠，完蛋了啊！下载失败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看不到东西耶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太难了吧，很难闪呢、欸。OK OK， 全部闪过。好了吧，可以松掉它了吧？松动。还有，还要再一次。哦。好痛！好了，这次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来吧，有了吧？嗯，蠢孩子们不赖嘛？嗯，哎呦，什么鬼？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我的控制电缆不管用了？全都靠我的队友们的善良和仁慈。现在到我重获自由的时候了。哦。四打一，嗯，你可能可以对付得了三个，但你能一打四吗？正在模拟数字四，哦，你们绝对会让我屁股开花，除非，哦不，那是什么？嗯，那是什么跑步姿势？哎，等一下，那一秒，你这个啊 ，Oh no！哎 ，Birdly， 哈。刚才那下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。实话告诉你们，那根电线早就吸干我所有美味可口的能量饮料了。哎，二爷，你还好吗？一切都变暗了，只有美少女游戏宅的吻才能救我。Birdly， 真假啊？那个我已经知道那个快要失去意识之类的，不过你能说大声点吗？哦，抱歉我。突然觉得好多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得去救诺维尔了。那么，待会见。亲爱的苏珊，真是令人捉摸不透。但我能够读懂他的内心 ，Chris 就像心率计一样。好，愿智力不与你同在。好吧，哇。
看来下一次应该还要再和女王来一场最终决战吧，我来猜。好啦，那观众们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Delta Rune 的第5集啊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不妨先帮个 like 和订阅吧。好，观众们，我是 DK， 那我们在下部影片见喽 ，Peace out。